新闻继续来开始，嘉义县长张华官伫咧十八号是由嘉义后壁指挥部的指挥官佮民政处人员的陪同之下，前往台北高中来慰问接受教育召集的169名后壁军人，来加油勉励，同时递赠着20000元的加彩金。县长张华官讲，因应时空转变，目前教育召集政策已导向支援地区防灾演练以及救灾任务。地方若发生天然灾害，到时请各位回乡帮忙救灾。虽然辛苦，却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功德服务。希望无灾无祸，有备无患。县长张华官举例指出，最近菲律宾政府在防灾后手足无措，台湾北部防灾拄啊发生时阵嘛是安尼，一直到国军投入救灾，才步上轨道。透过教招训练，能对社会有所帮助。包括即个你看菲律宾的洪灾吼，因的政府的一切吼，拄到代志都是手足无措吼。啊，咱的八八风灾嘛是同款，但是尾后咱的洪灾啊，咱的天灾吼，咱的政府都加足上手吼。啊，主要的靠吼咱只军方吼。因吼会帮忙，足有帮助的吼。另外，以兵役法实施法第27条规定，一般上备兵退伍后，以军中职务专长，八年来会有4次以内教育召集，其中担任干部要7天，一般士兵5天。目的是稳固自身，因应军力科技知识创新需求，并落实全民国防的意义。不过，张县长向指挥官建议，搁再缩短期程，以达到便民以及拼经济的目的。新闻中央台北市采访报道。